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呢，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啊一个手段，我们来看一下棋盘。那么啊，这个形状不管以后这边是什么样啊，当然呢白棋来比如说守空的时候啊，他想呢我们知道有尖顶啊，也有跳啊。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呢，它追求效率的啊，飞一个啊，守空。这个呢，可以说也是一个最大限度的啊，想最大限度的呢，把脚上的实地化。普通的想法呢，就是黑棋挡住啊，那么白棋贴，黑棋长，这样呢。白棋可以说呢比较高效率的把脚上的实地呢守住了啊，守住了。当然也不能完全就说是白棋便宜了啊，白棋便宜了，但是至少来说呢，在实地上啊，这个白棋还是有收获的，因为它飞的效率比较高啊。是，如果你不走呢，它下步这个爬呢还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和这个相比呢，那个明显呢，这个就要实地上要好多啊，好多。那么在这个飞的时候啊，白棋啊对这个黑棋对这个白角呢，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破空的手段啊，破空的手段。这里在这呢面对这种形状啊，值得呢向大家呢推荐，值得向大家推荐。不过走这个手段的时候呢，我就是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想法呢挺奇怪的啊。那么黑棋这个破空的招法在哪呢？拖啊，这步棋好像是确实是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那么这个白棋啊怎么应对，应对的方法似乎很多啊，但是黑棋呢总是呢也还有棋下似的啊，看上去确实挺奇怪啊。那么我们看看第一杆啊，白棋啊首先是虎，那么拖和虎交换一般来说啊都是好像是挺损的啊，挺损的。但是呢这个拖和虎交换以后呢，黑棋呢还是有办法的后面。那么接下来黑棋呢搬这个，搬。这样这时候呢白棋呢当然是不能退让了，是吧。那么如果说你吃啊，那黑棋就粘啊，粘你呢还只能立啊。这样呢黑棋通过这几个交换啊，应该来说是已经呢便宜了啊，已经便宜了。这个等于是本来是这个冲啊是要挡的，等于冲呢就往回呢撤退了啊。这个等于就是说呢，肯定是黑棋这几下这两下呢已经便宜了不少。这个白棋呢肯定是不太肯啊，不太肯。那么所以在黑棋搬的时候呢，白棋势必呢就只有冲，只有冲。那么黑棋肯定就大吃啊，黑棋肯定大吃，白棋粘上啊，白棋粘上。那么黑棋这时候呢，必须呢走的要紧凑一些啊，要紧凑一些。如果只是简单的粘上啊，那这个呢黑棋呢不便宜啊，甚至于来说呢还是亏了。白棋可以拐啊，拐完以后呢就算简单的吃掉，那么这样的话黑棋啊可以说是一无
所得啊，一无所得。以后如果白棋啊，这个外面争执有利呢，还可以直接断啊，即使争执不利，以后还有这个点的手段。这个黑棋和单挡相比呢，等于被人家拐了一下，反而呢还亏了，所以这样黑棋是不好的。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呢，黑棋呢现在脚上走也不行啊，你如果说我现在脚上挡，那白棋呢就拐出来啊，拐出来这个脚上呢，首先想做活也活不了啊，活不了。你反正你长呢，他就可以点啊，因为你这个外面拿对方呢，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啊。或者说呢，白棋还有可能，还有可能直接吃啊，吃完再吃啊，这样呢，黑棋也不行。那么黑棋继续下来啊，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挡住。就看这步棋能不能成立。那么这手棋能否成立，就是说呢，要取决于这个争执。这个前提条件也很明显的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啊，就是说这个争执能否成立啊。也就是说当你拖这个的时候啊，你要考虑到，提前考虑到呢这个争执问题。当然黑棋争执有利啊，这个前提倒不是太难啊，因为争执不利你就别拖了呗，是吧。这个黑棋争执有利的话呢，那么这个手段呢，就是说呢，可以说是能够成立啊，能成立的。那么争执不利的话，这个白棋打就暂时没有用，是吧？因为打的话呢，这个黑棋呢还可以跑，是吧？那么挡下来的时候，那白棋就只有在脚上筑棋了。那么白棋就拐了，白棋就拐了。这时候呢，由于争执黑棋有利，白棋不敢打断打呢，这时候白棋呢就是可以呢有了这个黑棋就有了这个收手啊，或者 的这个条件。那么等于就是说呢，黑棋现在啊，如果说老老实实补一个啊，虎一个，就呢可以满足了啊，就达到了效果。白棋只有提，那么呢这样呢，黑棋就告一段了，获得了一个先手啊，获得了一个先手。和本身直接挡相比，我们来看一下，就有明显的区别。等于说本来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如果你不施展手段，他非你直接挡长呢，他贴你长或者跳的话呢，这样呢你是呢一个后手啊，后手。那么经过这一切的交换啊，这一堆的交换呢，等于呢白棋现在呢花了一手棋补了一个啊，大致上是这样。那么你这里呢还先手挤到了一下，这个应该还是便宜的，是吧？大概呢和这个形状呢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那么这样呢，黑棋当然呢是已经呢是可以满足了的啊，可以满足了啊，这样就还是不错的啊，达到了这个效果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黑棋这个虎啊是先手，是先手，白棋必须得应。如果不应的话呢，黑棋张，这个脚上对杀呢，局部呢是个打劫，这个白棋负担太重了啊，等于是黑棋搬，白棋搬啊。黑棋最好的打劫方法呢是立下来啊，立下来，
这样这个劫白棋会比较重。白棋只有打吃，然后虎柱啊，虎柱。那么接下来呢，黑棋搬啊，黑棋搬，白棋也就是只能扑这个劫，这个劫白棋太重了啊。所以呢，刚才黑棋虎的时候呢，白棋啊要补啊，要补一手，不然的话呢就形成打劫。虽然啊黑棋这个争执有利啊，这个是前提，但是呢这里呢黑棋呢还是不能太贪啊。有的时候觉得，哎，我外面不是争执有利吗？我干嘛去要补？我直接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你说那里面总还是走成这个样子，里面是没有变化的，还是走成这个样子。那你外面又争不死我，是吧？又争不死我，这样不是更厉害吗？但是如果说呢，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这个稍微啊，这个明显呢还是有点过分啊，有点过分。这个白棋呢，这里有防御的，也有好棋，它可以呢连扳啊。这个你要小心啊，要小心。这个黑棋呢，难免呢还是稍微过分了一些啊，稍微过分了一些。这个连扳的话呢，黑棋这个不好啊，你。吃这个呢他还跑啊，你吃这个呢他在粘闪啊，你吃的话即使他这个争不死你，他呢也可以加死你啊，也可以加死你，这个不行。如果为了防止你这个从一路溜过去呢，他还可以就先打一下，好像这个这样的话你还有可能从一路爬过去，但爬过去也不见得便宜了，他实在不行呢他打你一下也可以啊，再把你吃掉了。这样呢黑棋就是说反而呢有些太过分啊，有些太过分了。所以当能够先手挡到一下啊，第一下争执不利啊，那么再虎呢就可以满意啊。在白棋补之前啊，比如说白棋那我先打你一下给你分段啊，留下些余味怎么样呢？那这样呢黑棋并不怕啊，反正先粘一下不会亏啊，暂时呢先粘一下不会亏。那么这时候呢黑棋外面就算跟着硬一个啊，比如说随便贴一个。由于这个白棋里面始终欠了一手棋啊，始终欠了一手棋，这个黑棋呢作战并不怕，就算你先手长啊，就算这个即使你先手都算你先手，那么你迟早呢总是要在这一带呢补一手，那么黑棋呢再跳过来，这个黑棋并没有任何害怕之处啊，害怕之处。所以说挡的时候白棋先打，黑棋也不怕啊。那么如果白棋老实的补呢，黑棋就这样虎一个啊，简单的虎一个，白棋提掉，这样的黑棋呢就是说可以满足了，也可以说呢拖一个呢就是说稍微呢便宜了一些啊，便宜了一些，当然便宜的也还是有限的，是吧？有限的这个那么这个拖的手段可以说是成功的啊。那么既然你拖啊白棋虎，这样呢黑棋通过扳呢把角胜再弃掉，在外面获得先手是成功的话呢，那么白棋当然他也会想办法想用别的招法呢来应付你这个手段啊。我们来看看白棋还有什么其他的应对的方法啊。那么拖的时候白棋啊除了虎以外还有一些变成。
那么如果班里面这个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这个地方啊、这个棋的明显呢就有很多呢这个味道。一个就是说黑棋就算长，这个白棋呢要想杀黑棋就变得不太现实啊。你粘上，那么呢黑棋就搬啊，就搬。这样你得立啊，你要是走外面他就把吃他就活了。你立的话呢，那他这个一飞啊，这个黑棋做活呢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啊，也容易的事情。这个被他活了，白棋当然不太好。他长你不粘这个，粘这个呢黑棋也没有什么害怕的，那么就直接爬。爬完以后呢飞一个，这样呢做活也不是太难，不是太难。你搬这个呢他就搬啊，你退啊，或者就算这个子在这里，这样局部呢这个黑棋啊做个打结活呢也是这个问题不大啊。由于这个外面还有很多借用啊，这个应该来说呢黑棋也是成功的啊，也是成功的。那么白棋搬里面搬三三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不好的啊。那么如果白棋退一个呢啊，这个退一个呢也不是太好啊，或者说呢没有伤着黑棋的根本啊。那么这时候呢黑棋在里面呢可以比较从清零的处理啊，也可以就简单的藏一个也不错啊，就藏一个。白棋呢就只有挡啊，白棋只有挡，拐一个和刚才变化是一样的啊，粘一个呢它活得更容易了。那么你挡挡的话呢，这个黑棋就一跳啊，简简单单一跳啊。注意啊，这个由于你不管印在哪里，这黑棋这个外面暂时呢没什么大的损失啊，没什么大的，它在里面啊简单的活一点，那么呢就可以满足了啊，留个活棋。那么你非要去强杀它啊，比如说这样冲完力啊，非要强杀它呢，这个味道呢首先是非常的坏啊，非常的坏。它要想活也能活，当然呢这个黑棋更简明一点呢，它就是不活也没关系，它就挡住是吧，依然可以获得这个挡和这个跳的先手就可以了啊，你这个还得补啊，不补这个脚上一虎这个味道即使是这样啊，这黑棋呢就足以满意了啊，和刚才那样呢是差不太多啊，这个所以呢这样黑棋啊可以处理啊和可以腾挪的方法呢就比较多比较多。并不惧怕呢这个白棋啊这样强杀的手段。那么这里都试完了，那么白棋这时候啊最强的应对啊，或者是说是最正确的应对呢啊，是贴在这啊，贴在这这个是白棋啊面对黑棋这个拖可以说呢是最强的这个应对方法啊，应对方法。这样的话呢这个棋啊，这个黑棋呢就稍微负担呢就变得重了一些啊。你别看小看这个子和这个子，那么这个子的话对这个外面啊这个伤害呢就要大得多啊，就是黑棋不是说随便活一点点，如果外面这个受伤呢就变得比较严重了啊，就里面呢再怎么活还得注意啊。
这时候黑棋没不好有退路了。如果说，像我还是这样的话，那不行。那这个等于就没有意义，这两步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是后手，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变化，黑棋是先手，所以黑棋要想轻易的转身呢，就不是那么容易。那么黑棋势必呢，还是要长，那么白棋这样再挡住。那么这个子就比这个子威力啊，特别对外面来说要大得多。这时候这个里面呢，黑棋啊，就是做活起来呢，还是有一些麻烦，有一些麻烦啊，不能简单的藏啊，简单的藏呢，这个时候白棋啊可以点这个，你挡呢，它在搬粘，这样呢，就是死了。如果你说我通过弃子，但是这样白棋呢可以直接呢杀到这里来，这个如果杀在里面，那黑棋还可以买，但是它可以呢杀到外面去了，这个黑棋不太满意啊。不长啊，如果跳一个，这个呢也不好，跳一个呢。白棋就最简单的搬粘啊，这个里面活不了啊，这个里面活不了，这个还是没有呢好的后续手段。那你也不能就是说，那就藏一个算了，那肯定白损了，那里面就白损，这个没有用。所以啊，这时候呢，黑棋大概就只有先拖啊，先冲。冲完了呢，搬粘，在外面呢寻求这个味道。这时候呢，白棋可能能杀黑棋，但是呢也不能急于来啊，不能急于来。白棋啊，如果说急于来杀黑棋，好像跳一个是可行的啊，跳一个是可行，是吧？怎么跳上？但是这个外面呢啊，显然呢。味道呢不太好啊，不太好。那么这个先背一段，这个外面要出现一些问题，白棋得虎啊。那么黑棋再拖啊，先保留这个味道啊，这个看看呢白棋怎么办。现在搬呢显得有些勉强啊，因为黑棋还有这个打的先手，在一段这个棋要想杀它，就是说变得有些困难啊，变得有些困难。那么如果追求味道好的，搬在这是杀好一点啊，这个确实呢是能杀掉，但是这个地方黑棋呢又可以回到这个原来的路子啊，可以考虑弃掉了。比如说就是把这个气啊藏出来，那么呢再从外面啊打，再粘上啊，这样呢这个白棋即使能吃黑棋啊，也是呢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展示外面是没有棋的啊，没有棋的，争执都是黑棋有利啊，这个里面能不能杀还是个疑问啊，是不是得打个疑问？即使啊，这个里面怎么杀了，以后黑棋就算藏一个啊，弃掉，这个白棋呢，也是不便宜，等于回过头来啊，黑棋在外面还是得了很多啊，本身里面当然也好像也杀不干净啊，杀不干净。所以这样急急忙忙来杀呢，也不太现实啊，不太现实。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呢，也不要急啊，那么。大概白棋这时候啊，冷静点呢，就还是粘上，形成转换算了。啊，如果这里有个子啊，当然就粘着；如果这里比较空或者比较远的话呢，啊，虎在这也行啊，这个要看据这边情况。那么干脆呢，就放黑棋来活算了啊。黑棋这个地方，最好的活法呢，就是说呢，是打吃掉算了，然后呢。再飞一个啊，再飞一个，
这样是活的呢，最干净的一种活法啊。这种暂时不打吃呢也可以啊，暂时不打吃也可以。那么呢，这个木树呢，会吃点亏，那么白棋呢，再从我这里打入啊，从外面呢获得这个弥补。如果说你这个子比较近啊，比较近的话，那么我就干脆从这里打入啊，反过来呢，对你外面发动攻击啊。以后里面呢，大概是白棋靠一个，黑棋立啊，这个白棋，黑棋也不能说呢，活得有多大啊。这样的话，这个外面呢也没什么毛病啊，这个立呢是先手啊，黑棋这个。白棋这个外围呢还是非常的厚实啊，非常的厚实啊。你这样呢我就这样啊，你要是近一点呢我就从外面来是吧，远一点我就从这来啊。这个就是大概呢是这样一个这个结果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结果虽然呢白棋被黑棋啊破掉了这个脚上的这个实地啊，破掉了这个脚上的实体，但是呢外围白棋也是变得非常的厚啊，非常的厚，非常的结实啊。从外围呢也可以寻找这个弥补这个脚上木树损失的啊，从外面弥补回来。当然觉得白棋啊，这是白棋两种选择。如果说白棋在外围实在是觉得被他掏的太多了，外围不容易弥补回来呢，那么就老老实实的呢虎一个算了啊。就给黑棋外面一点，那么呢白棋毕竟还是守住了实地啊，因为你不想要外面，这个外面价值太小了，那么还是以脚上的呢实地啊为主也是可以，要根据这个外面的价值大小。如果觉得啊外围有价值啊，白棋觉得如果外围呢有价值呢，那么贴在这里啊，贴在这里反击呢，可以说呢是也是对付这个拖啊非常有利的一手啊，就让他在里面活啊。那么我这个给他一点，不要急急忙忙去吃人家啊，不要急急忙忙去吃人家，给他活一点，那么把外面走后以后啊，根据情况再把，或者说是把这个脚里面的损失从外面再夺回来，也是可以考虑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呢都是两个变化啊，选择权呢在白棋一方啊，这个是选择实地还是外实啊，这个白棋呢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权啊，有一定选择权。不过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呢，当白棋飞这个的时候啊，黑棋这步拖啊，不管怎么说呢，确实也是一步有意识的构思，是一个破空的呢，好的手段啊。唯一就是说需要记住的就是什么呢？前提是要这个地方争子啊，黑棋要有力啊，黑棋要有力，这个才能行。如果争子不利的话呢，这个拖呢就暂时呢是不成立的啊，不成立的。对应的这个形状，这个拖啊，选点棋啊，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啊。希望大家以后的实战中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呢运用一下。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